เดี๋ยวนะเอาเด็กกลับมี心跳快吗？心跳很快。你现在每天笑宝妈，你知道吗？宝爸的时候跑的就是心跳不愉快了。你现在知道不会排泄也是一种什么毛病？这首歌推荐给大家，是《Give Me Your Forever》。如果你还没结婚，然后打算有一天要筹备你的婚礼的话，我推荐这首歌，在你的婚礼可以唱。Do you remember?
生日我的女儿子欣，来鞠躬，鞠躬，给大伟去，给大伟去。